在这景阳岗上，出了这吊睛白额的大虫，已经有二三十条好汉的性命葬送在这里。你看，这天这么晚了，你又吃了这么多酒。
你要是碰见了大虫啊，你说你葬送了性命，这可惜啊！嗯，你这个店小三，你当我是外乡人？这景阳岗我少说走了一二十遭，没听说过什么大虫，别用这些鬼话来骗我！哎哎，好汉好汉，我跟你说，这是真真切切的事啊！现在我们店里已经有三五个人，你这样，你等明天凑齐了二三十人，你再走也……让开！你不信，你可以看看官司榜文啊！ 谁有心思看什么官司榜文？你这个店小三，我看你是半夜想劫我钱财，才骗我岗上有大虫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行，你走吧。啊，是，这山上一只大虫都没有，是俺们谋你钱财，害你性命，你走吧，走吧。店小三，你把那个三碗不过岗的牌子摘了吧。啊，拆！你到了景阳岗。走。 为景阳岗上新有一只大虫，伤害人命。现今掌县各乡里正并猎户人等刑捕、尾货，如有过往客商人等，可于四五位三个时辰结伴过岗。其余十分级单身客人不许过岗，恐被伤害性命。各依之系。阳谷县衙，啊！这景阳岗上真有大虫。 我要如此回去，岂不被那店小三给笑死了？哟。 这酒还真有点力道。
子打住。Stop!
你是人是鬼啊？是啊，是人是鬼啊？你，清河无二，你们两个什么人？为何扮作大虫，叫我无二吓了一跳？我们是本地猎户。哎，你这外乡人，兀自不知礼。这景阳岗上有一只极大的大虫，它夜夜出来伤人，就连我们猎户也折了七八个。这过往客人呀，就更不计其数了，都被这孽畜给吃了。本县知县着了当乡里政，和我们猎户人等在此捕捉，怎奈那孽畜力大难尽，谁敢向前呀？我们为此吃了不知多少县棍，只捉他不得。今夜又该我等在此捕猎，和数十个乡夫在此，上上下下放了窝弓要箭，在此等他。你们以后不用再吃那知县的线棒子了。方才我路过岗上，正好被我撞见大虫，现如今已经被我三拳两脚让我给打死了。你是说大虫让你三拳两脚给打死了？真的？你不是人也不是鬼，你是金刚罗汉呀？哎，你们不信，来来来来来，看我手上还有胡血呢。哎呦，真的？真的？哎，大伙儿快出来，这人说大虫已经被他给打死了。大伙儿快出来呀、啊！出来，出来，都出来！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哎呀，真是了不得！哎呀，真是功夫两个字，看得见一块看了。王干娘，各位高林莫怕，我武松虽然是个粗鲁的汉子，却也知道冤有头债有主。今天劳烦各位来，只是想请你们做个见证，如果谁敢先走，先问问我武松手上这把刀。我们都不走。各位高林，请问哪位会写字？胡老弟，你也曾在官衙做事，劳烦你了，请走了，让你写几个字还扭扭捏捏的，坐下。写。老猪狗，我哥哥性命丢在你身上，你招不招？哎呦，吴都头，你可千万别好心当成驴肝肺呀、啊！你哥哥是死于心痛病，跟我没有关系呀、啊。林父，你说不招？招？
有什么好招的？你问王婆去。冉娘子，你是什么意思啊？毒是你下的，人是你杀的，你临死还要拉一个垫背的呀？哎呦，武都头，跟我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你听听，问他，快过于问我。我真恨当初没有一刀先杀了你。哎呀，王忠告，快说！哎呀，不关我的事啊，不关我的事啊！哎呦，我招！都是你的嫂子跟西门庆两个人把你哥哥杀了，不关我的事啊，不关呐！哎呦呦，那你呢？我只不过跟他们吃了一顿酒。哎呦呦呦！淫妇，别猖狂！等我拿了口供，我一定挖出你的心肝，看看到底是黑是白。都是那个淫妇干的好事，跟我没有关系呀、啊！老猪狗，你真当我是三岁小孩吗？淫妇，都说刀子自轿子里按出去，血流不止。你、啊，让你这样死，不是太便宜你了。
Yeah!
前程吗？你含冤而死，今日兄弟替你报了仇，拿这对奸夫淫妇的狗头来拜祭你，还望哥哥早生天界。武松这就去投案，愿在黄泉路上你我兄弟早日相逢。受惊吓了？不会的，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我武松一人做事一人当，这对狗男女是我武松亲手所杀，我这就去县衙自首。只是我儿这一去生死难料，哥哥现在灵床已经化了，但家中还有些物件，帮我变卖些钱来，以做县衙取用之资。到了县衙，各位不用考虑武松罪轻罪重，只是巨事而已。哎，都头好，都头，都头，你，其实你，其实都头啊，您就此离去啊，我们都不会多说一句话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不会说。都头，你尽管去吧。去。多谢各位高林一番好意，只是武松一生光明磊落，杀人偿命，天经地义。要不然愧对哥哥对我的一番教诲，谢了。哎，都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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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虽然杀人，但实在奇情可怜。泾阳岗上老虎全靠都头舍生忘死一拳击毙，便是往日为相公办事也十分得力，相公总要想想法子才是啊。你将纸上的东西改一改，万事由我承担。如何改啊？哪里轻
就在哪里改。这哦哦哦！就写武松因祭祀王兄武大，有嫂不容祭祀，因而相争，妇人将灵床推倒，武松为救护王兄神主，与嫂斗殴，一时杀死。此后，西门庆与本父通奸，前来强护，因而斗殴，互相不服，扭打至狮子楼边，以致斗杀身死。王师爷，妙笔生花，妙笔生花呀！啊，据王婆生情造诣，哄诱通奸，唆使本父下药毒死亲夫，又令本父赶逐武松，不容祭祀，以致杀伤人命，你何凌迟处死？据武松报兄之仇，斗杀西门庆，奸夫人命。虽然自首，难以赦免，几丈四十，赐配孟州。
正是。我是掌柜的。我知道你是这掌柜的。哦，壮士，黑灯瞎火的，你在干什么？哎，壮士，你的脸……哦，没事没事，是我自己不小心。壮士，快随我回房间洗一洗啊。好。那俩矬子最多不过360，这大个子足有400多，差点把我腰给压折了。少林寺郭谷城，我整500斤，你说爷爷才400多斤，真是小瞧了爷爷。你们就知道吃干饭呢？哎呀，你说要你们这些人有什么用？闪开！好你个臭婆娘！好汉住手！放开我婚家，他一介女流，伤了他，辱了你名声。既然不服我武松，有夫妻一起上吧。二娘，武松，壮士可是景阳岗上的打虎武都头。正是。闻名已久，今日得以拜见。你这个当男人的，终于肯出来了。正是小人婚嫁，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得罪了都头，还望看在小人的薄面上宽罪。知道就好。还好没有伤到都头吧？哼，就凭你们两个伤得了我？我才不管你是谁。哎，哎呀，呀，哎，你到底帮谁？我不让你杀他，也不能让他伤到你，两个都帮了。那我就一个打两个。到底是帮谁的？都头，我不让他杀你，更不能让你伤了他。我对付你们两个人。好，那这么说，还是我一个人打你们两个。好，今天十字坡张家店，三个人就得一个对两个。哎，你这木和尚，你还打？再打了，你我不是他的对手，今天咱们就一起见阎王吧。可怜呐，到死你看你心里的疙瘩都没解开。谁让你可怜？好，现在我们两个都要死了，我问你，当初你娶我是不是可怜我这夜叉婆？世上哪有你这么美的夜叉，我敬重你，寻常女子遇到你的身世早就活不成了。哎，你们两个少废话，你给我出来。
我看您夫妻二人也非等闲之辈，愿求敬您。您二人到底有何隐情？小人张青，人送混号菜园子，我家娘子的真实姓名，却不能同五都头家。叫你们柜台里那夫人过来陪我喝酒。哎，客官，这不能乱说呀，那是我们主人的娘子。主人的娘子怎么了？过来陪我喝完酒都不行？傻菜，你这该死的贼，竟敢在这胡说八道！哼！凶神豹子胆了！这卖的是什么酒？分明就是马尿！太岁爷头上动土，你真吃了凶神豹子胆了？老板娘，老板娘，快起来！老板娘，老板娘没事吧？你个狗贼，官人，你要替奴家做主啊！快去换衣服，好快快！这有没有好酒？给你好酒！给你！那这酒嘛，还有点意思。Ha!
兵醉酒提壶，立以千钧。卷轴西状醉还阵，莫说你这厮，即便是景阳岗上那只大虫，也便被我三拳两脚就打死。原来是我多招，是你饶命，好汉饶命，饶你可好？必须依我三件事。休说三件，三百件我都依。第一件，将所有东西归还原主，金眼镖施恩。好。第二，召集快活林，
各路英雄豪杰，向世人赔罪。第三件，滚出快活林，连夜回你老家去，不许再梦州主。要是不离开，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，见十次打十次，轻则打你半死，重则取了你的狗命，依不依？依的依的，江中都依都依的。Thank you.
人呢？起来！哎，哟、啊！娘！都是什么人？为何要害我武松？小人是蒋门神的徒弟，受蒋门神和赵团的指示来害好汉。师父蒋门神现在何处？小人离开时，他们还在张总监家里等小人消息。你们要武松性命，武松也饶你不得。蒋门神他们三人吃了一天的酒，现在还在元楼上吃酒呢。替小人报了冤仇啊，我一定会好好感谢大人啊。如果不是看在我兄弟张团练的面儿，谁肯干这事儿啊？你虽费了一些钱财，我这事儿啊安排的也好。是。哎呀，这时候内司我看也该命丧黄泉了，就等他们回来咱们就知道了。这几个人还对付不了他，况且呢武松还带着枷锁呢，他有天大的本事，他能有几条命啊？没错没错没错，我
也派了几个得力的徒弟，叫他们在飞云浦下手，只要得手了，马上回来报给我知。来来来来来，吃酒。No!
人们好像喝醉了，快去搀扶一下。是，夫人。哎呀，这家伙可真重啊，累死我了。哎，哎，这汉子怎么一身血迹？是哪里的？是不是在哪儿做贼得了手了？这汉子身上这么多伤，脸上还有刺背金印，像是刚刚被打过。我猜呀，准是半路上被那些官差给扔下来的。哎呀，管那么多干嘛呀？快去叫大哥大嫂去！去啊！大哥大嫂，快出来！我们抓到了一个好货色。哦，知道了。别动手，马上来啊！哎，这人好生面善，你快去看看是不是叔叔。哎呀，哪有这么巧的事儿？我让你仔细看看。你快去看看。要真是叔叔怎么办？二娘，真的是武松兄弟啊！啊，真是叔叔！你怎么了？你们还站着干什么？赶快给我抬进去！快点，抬床上！快！快！哎，你看看这个。啊，好好好！哎，你们看看那边啊，来看一下。对，就这个。哎，不知道谁把他们杀了。前几个张忠坚拼命没抓到，就是他们事儿。就是。报！启禀大人，是何情况？速速报来。回禀大人，案犯先从马棚出来，捆了马夫，现场有囚衣两件。楼下杀死了夫人，并儿女三人，有缺刀一把，两名丫鬟受到惊吓，已神志不清。楼梯口杀死亲信两名，楼上杀死张都监和外请客人张团练及蒋忠三人。白粉壁上衣襟蘸血，大写八字道：“杀人者打虎武松也。”共计杀死男女九名。大人，请过目。条人命，九条人命啊！报！大人，小人乃飞云浦李正，飞云浦内发现几具尸体，其中两名是押送差人，另外两人是蒋门神徒弟，还有血迹在飞云浦桥下，尸体皆在打捞之中。本府要正待进京述职。再候个十全，
谁想到在这个时候竟发生这样的惊天大案，我命休矣呀！立即点兵，封锁孟州四门，绝不放过任何一个人，发布海捕文书，一定要捉拿到凶手武松。速州告报，回文给徐，如有人藏匿犯人在家速许者。武松，是吗？武松，对对对，那是见鬼了。醒了，醒了！你可算醒了。我怎么会在这里？我睡了多久？你睡了足足有三天三夜，我们日日守着，生怕你一睡不起。我睡了三天三夜，我算是明白了，你们这是看上我武松这身肉了啊！我们四个是张大哥的伙计，平日里赌博输了些钱，便跑到林子里做些买卖。我们见哥哥从林子里出来，像没了魂似的，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人，我们就只想着好下手，就悄悄跟上了。我们跟着哥哥就到了那土地庙，见到哥哥晕倒了，我们才暗自窃喜。只因张大哥吩咐过，说要捉活的，因此我们把哥哥绑了。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不知得罪了哥哥，望哥哥恕罪啊。你别乱动，慢点。请起，各位请起，我得好好谢谢你们。要不是你们，我早就死在那古庙了。兄弟，你就原谅他们吧，他们也是以我的话行事。你们四个听好了，是，要不是我这兄弟伤重晕倒，别说你们四个了，就是四十个也靠不进他身。是，哥哥说的是，哥哥饶命，行了，请饶命。我不怪罪你们就是了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起来吧。既然他们没钱去赌，我赏你们一些。哎，兄弟，叔叔，我来，你们都随我来吧。哎，多谢哥哥，多谢哥哥，谢谢哥哥，多谢哥哥。兄弟不知我心呐，我经常结交一些江湖义士，怕他们哪天有个闪失，惨遭这几个泼皮的毒手。他们下手没轻没重，遇上手脚慢的活捉，要遇上顽强抵抗的，兴许就遭了他们的毒手。所以我吩咐他们，每次出行活只能抓活的，不许带刀枪，只能带上挠钩套索。谁成想今天就抓到了自家兄弟，万幸啊！还是哥哥想的周全。哎，哥哥，你们为何会搬到这地方？嗨，不瞒兄弟说，在这县里像这样的地儿我们还有好几处呢。对了，兄弟，你是如何落得这般田地？一言难尽。哎，我说当家的，别光顾着聊天，忘了吃饭的事儿，赶紧带叔叔洗漱一下，我去准备酒菜。好，一会儿你们兄弟俩边吃边聊啊。对对对，兄弟，待会儿咱们酒桌上细细的谈。好啊。兄弟，慢点啊！来，叔叔，先吃上三大碗。好，你们几个坐吧。哎，是大哥。
好久。几个月前，有在快活林做买卖的商人说，叔叔醉打蒋门神，大伙儿听了哪个不惊讶呀？对呀，我们听说你和牢城营的小管营金眼彪施恩，结为了兄弟，还帮他夺回了快活林，全城的人都说武松乃真神人也。对对对，神人神人。后来我们一再打听你的下落，却无人知晓了。一言难尽。快活林之父，那蒋门神怀恨在心，托张团练买主张渡劫，设计陷害兄弟做贼。武松光明磊落，如何受他这般鸟气？好在施恩上下使前，才不曾受害。又得县衙孔师爷和当劳康吉杰暗中相助，收了20几丈，转配恩州。谁曾想，他们仍不放过我。那张狗贼和蒋门神暗中派人帮助那两个差人，意图在飞云浦结果我，被我发现要了他们。私咎由自取，现在谁不恨官府？他们平日里冠冕堂皇，私底下欺压百姓，干些杀人不流血的勾当，该杀。我从尸体身上撕下一片衣襟来，沾着他们的血，在那墙上写上8个大字：杀人者打虎松也。好好，兄弟光明磊落，是条好汉。对对，好汉好汉。武都头，您的事儿啊，小的们也都听说了，听得我们可真的是心惊胆寒啊。那可是后来呢？后来不是被你们几个抓到这儿来了吗？哎，别光听我说呀，吃酒吃酒啊！来，大叔大叔，